奶酪罐子，你看一下现在这个价格，到时候给咱们发两罐，还送一个这个甜品勺子，一共是有五个口味。这个是巧克力的，妈，这太厚了。板砖一样，里面奶油超多，哇，这巧克力太厚了，铲不动。一会儿我把那盒都舔了，芒果的，这专业的工具就是好使。这属于是那种奶油多的，奶油比蛋糕多。草莓的，这一生要强的女人呢，这三大罐吃也太撑了。